对，我一直下来什么都没有感觉，这个突然间为什么汗毛竖起来？你知道？因为我们这个戚小夫啊，很久很久都没有这种机会，大家可以在一起站在一个 stage。介绍一下，这是我老大，他是戚小夫里边的最大一个师兄。啊，完了他跑了，我就变最大了。啊，那么今天很开心站在一起。我应该让他们讲讲话，他们什么话也不讲。应该其实啊，要不要你也讲几句？讲国语啊？啊，我听讲国语了，不是，还奇怪，因为我哋先嚟自细咧就喺齐咧就讲国语嘅。即系自然咧个 channel 呢度讲紧广东话，转头咧我哋就讲国语噶啦。我想你一定唔使我从头先讲咩，从头讲过啦，系嘛？啊，唔使 OK。喂，唔知你讲几句？讲几句啊？你大哥大师兄讲先啦，大师兄系嘛？各位好，好啦。其实呢今日呢仲有位师弟嘅，佢冇嚟。佢唔係冇嚟，今日幫你有佢份，就驚佢講錯嘢即係都好，所以唔好俾佢嚟。咁仲有一樣嘢就話，佢講嘢呢都代表唔到我哋七個嘅。所以講其他嘢呢佢更加代表唔到香港人。所以大家唔好擺心入面。你哋決定唔講嘢啦。你大哥喺度係邊咁講嘢啫？我驚又好似 Jackie 咁講錯嘢啊！唔係，咁啊，你講呢個嘢，講呢個嘢係嘛？因為你七個好難得能夠出嚟，咁而家今年咧就係七小虎嘅50周年，咁啊，大家做啲掌聲俾你啊！因為呢個為我兩位電影界咧貢獻咗好多。頭先即係行出嚟個威勢啊，已經不得了啦！我話大家都知道啦，點解三毛哥因為可以企喺中間叫大哥咧？因為大哥咧就係第一個係先入咗行。做舞師咁呢交咗片子俾師傅之後呢仲可以呢攞幾蚊出嚟買下魚蛋啊請大家食，跟住呢就逐個逐個帶入行嘅。我哋就話啦，係啊，佢哋到而家未還返個人情俾我就係識嘢啊。喂大哥，我而家呢唔係話最近呢我哋跟返我哋大哥呢，大哥食咩飯都係佢俾錢㗎。所以我好高興我做老三唔做老二㗎，我都要講講嘅嗱，阿華如華啦，袁丁啦，袁德啦，喂大哥唔明白你看今次呢袁婷是啊袁婷咁啊袁彪啦同埋呢袁武。袁武。咁啊袁武呢就是里面我哋五福星嗰陣時呢當我趴喺條街度嗰陣時呢就是